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跟你一样，都是被人迷晕了带进来的。迷晕了？有一群人贩子专挑漂亮姑娘下手，先迷晕了，关起来，再卖到本地黑窑子里去。那你可知道他们的老巢？这我哪知道啊？ 我可告诉你，别胡闹！有鬼！世上哪有鬼？有人！求求求求你们了，快，我们去救人啊！你交代下去，别让赵正南活着回来了。是。 正南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小心！我现在马上就要给他做手术，这恐怕不妥吧？我不能让你拿少帅的命开玩笑啊！再不做手术，他就有生命危险，请你相信我。失血过多，需要输血。我是 O 型血，抽我的。总长大人如此恨我，竟要对我唯一的儿子下手。 我赵某人是一定要讨回来的，请总长大人做好准备吧。开战就开战，我怕他不成？事情闹大，你这个陆军总长我可保不住。小帅，你悠着点啊，小心伤口撑开了。嗨，就我这身子骨，铁的。哎呀，我不吃，别犯我，我吃不下。比如。 我从现在开始就戒烟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是再抽一口，我不是骨头就是死。不是，你给我回来！在盘县这个地界儿，我们王家就是王法。 走，快走，快走开啊！你叫王法是不是？真不巧了，老子也叫王法，你长这么丑，跟我叫一个名儿。你叫王法是吗？你叫王法是吗？啊，叫啊，叫王法吗？叫啊！